因为我的行业比较新，然后今年国家给了我们一个称号，叫做"互联网营销师"。不再是我们觉得我是网红或者我是主播，那我现在可以很自豪的出去说我是互联网营销师，但是我没有前面的老师，也没有前面的比如说学长学姐，那只有扎起自己去摸索、去探索，哪怕去尝试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错误的尝试，我也要去做，因为我要给我后面的那一些，就是给他准们备进入你的后浪们给他开对路互联是网吗？营销师的这一些年轻人们，就是我告诉他们，这个东西佳琪以前走过，踩进去就是一个坑，你一定要把它避开。而且我觉得我走的每一步都是给后面的人，让他们去看说佳琪踩过了坑，然后我要及时把它修补住。